先派出一位选手和一零一起出战。哦，第一轮的比赛是近距离，那么我们的球台和前面的赛道之间的距离是2米，两米相对来说难度是最低的。是的，我想问问你们两位，是谁先扔第一球，谁来补球？好，我扔第一球，一零第一球，归贤来补球。别担心，嗯，后面有我。哇，听了这个话好温馨哦，很甜蜜哈。所以说归贤就是一零背后的那个男人吗？是的。好，那准备开始，一零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你不助跑吗？你不助跑吗？助跑的话，球会力量会增大哦。啊、其实我不会打保龄球。那没关系，你乱扔吧，因为你背后有龟贤。好，走。走你。哦，打不动了。哎呀。是的，龟贤，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。压力。龟贤 ，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吗？来。OK。三二一，出发！哇！越过了，太好了。怎么样，依琳？感觉？加油！球好重，然后第一个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但是龟贤的表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太有力量了。但是太有力量过头了。我们先试一下嘛，后面再发力。刚才我们经过秘密会议，我决定先带郑源先出场。好、先带盛明。对，盛明。好，盛明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有的。那我们就场上见。好，来，加油，加油。对，队长打头阵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，姿势很专业。哦。球路很直。盛明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也是越过去了。力量太大了。盛明这样子，刚刚呢我们没有很好的把这个球打倒，但是你要回报现场的粉丝，有一个是盛明最喜欢的也最爱做的动作是一加一决一扔下。啊！用一加一的协议微笑来回馈现场的粉丝，来弥补你刚刚在保龄球这个环节上的不足。我在等歌，好吗？好吗？자그럼멤버들이그외쳐주세요。那我们去关注你有其他的成员一起给他喊。好，来一起喊，来。来 ，Super Junior M。预备起。1더하기는기염이2더하기는기염이3더하기4는기염이4더하기4는기염이5더하기5는기염이6더하기6은성공이我们这队的实力是超群的。对，明年30岁。我们这边的队员有人爆料。爆料什么？他说他明年就到30岁了，还在这边卖萌。所以说是有点不怀好意的意思吗？对。爆人家的料。我绝对不会说是东海告诉我的。前一轮的比赛当中，虽然说我们的球评距离赛道是2米，但是这边的龟贤和那边的盛敏不约而同的越过了球评，用力有点大，
我觉得吧，我觉得吧，他们是为了下一轮的比赛在热身。对，因为第二轮的比赛，我们的球评距离赛道会增加一米，也就是三米。是的。如果他们还是按照正常发挥的话，肯定能中。立旭准备好了吗？来，立旭。助跑。三、二、一 ，Go。加油！加油！只要是球倒了，造成球评倒的都算。刚才呢，立旭把右边的球评给碰倒了，所以说你现在尽量要往左边去打，知道吗？左边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来。哎呦，还要按摩放松一下。好。三二一，走。